很厉害了，日本的日本怎么样？日本 KTV 最多了，酒店还是 KTV 都非常通通要唱，通通都很多。他们唱歌跟喝酒这件事是几乎连在一起的，分开啊。他们唱歌的时候也会边喝，也会喝，会喝，其实不太会。韩国啊，韩国也不会喝，真的吗？我们是真的是去唱歌的，不是就是想秀的，认真唱歌的，对对对。我们很我很讨厌那种跟人家边聊天边唱歌的那种。哦，真的。像日本人是，哇，那你唱歌，我们边吃水饺，你会不会杀我？为了先给我们忍耐，怎么会不吃？你们是因为觉得这样不尊重你们唱歌的人吗？对，如果有人在唱歌，一定要好好的听。谁要听啊？都尴尬呀，你又不是明星。有些唱的很难听的，我们这样假装投入嘛。像这样，那个日本的 karaoke 比较小，就是个人的 karaoke。哇，桌子都很干净，什么都没有。个人的 karaoke， 一个人去的 karaoke。哦，一个人，好孤单哦，好 lonely 哦。那你就去当直播主就好了，对不对？对对对，你每天都这么 lonely 了。我们是享受唱歌，好不好？最近我发现日本有一个很特别的 karaoke。我上次回去日本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 cosplay karaoke， 哦 cosplay， 我一进去里中间有舞台，然后里面大概40个人左右，四十个人左右，他们穿 cosplay， 男女都有，对，那个房间很大哎，差不多跟夜店一样，大家一直跳舞这样子，哇，所以你抢歌，然后他们在旁边摆你跳舞吗？对，哦，但是我就 cosplay 在那里开趴，就这样而已啊，感觉很恶心，但是我进去里面的时候，他们说一定要你一定要穿 cosplay。OK， 好，来，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条，日本 KTV 有歌是主题，从个人包厢就刚刚你讲的 cosplay， 刚刚讲的嘛。第二条，好。日本唱歌潜规则多，不小心容易遭人白眼。日本人规矩好多，真的规矩。你看唱个歌规矩有到10条，你看看。是为了唱歌去 KTV 嘛？好，来听听看。很多规则，一人一次只能点一首歌，点第二首要等下一轮。就是全部人都唱一首的，不能一直插播。跟韩国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真的，你们好无聊。我们两个一个人点很多，因为台湾人就是一进去 KTV 就点了差不多10首了呀，麦霸。哎呀，就全部点再插播就好了。对啊，我们韩国人这样永远都插播。第二条我觉得我同意，不能加入别人，你在唱，对，那另外一个拿麦也跟着唱，不行。所以我们刚刚也不应该 tell me why， 为什么忍不住啊？不礼貌，很不礼貌。这一起同乐啊，对啊，要点时间比较短的歌，这也要一管，这太怪了，跟我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如果歌不能太长，有四分钟、5分钟，那个就是很长啊，怎么办？对，那首歌本来就那你点个王昭君会被骂死，真的，第一句就唱了1分钟啊。金曲十二首，王昭君。然后经过8分钟以后，唱了8分钟以后，最后啊，一曲琵琶都还没完呢，这已经8分半了。哎呀！还没完呢，这里说8分45秒，最后一句唱。要认真听，所以他条件好多，我都莫名其妙。还不能点重复的歌，这个也不行。别人唱过的你不能再点，不能再点，这么严格啊！它里面最机车降 key 功能不能用。哦，这个也是，为什么？如果是把那个 key 降低的话，人家会觉得是他没有合群感的感觉，不配合感。哇，降 key 还不能用啊！天哪！哎，第五条恶心吧？别人唱歌要认真听，不能聊天，不能划手机。神经病，吃东西可以吧？也不行，要这么专注。也不能吃。韩国也是这样，就我这边有点太像日本的话，太夸张了，夸张了啦！有人唱完先停1分钟，哦，如果说吃东西，然后开始别人在唱，好规律哦。哇，哎，对不起，我跟你讲哦，我死都不要到韩国唱 KTV。日本，这比图书馆的规则还严格。对呀，一定要点流行歌，然后点慢节奏的歌，规定要先跟大家报告。对，为什么？如果点一个不流行的歌，人家会觉得他是个神经病。哈？
什么？就是日本的 KTV 的，所以不能点老歌，好，不能点玻璃的金盔。榕树下可不可以？西的卡巴，老歌 ，Enga 这种，那就等千万不要，这个千万不要，这个也不要。哇，那我到日本还在兴致勃勃唱榕树下，这个去酒店可以。那你们等于两年前每一个包厢都在偏盘 Apple Pen 哦？这个不一定的，对。哦，好难哦，不想去了。日本过日子不容易来的，第三。日本 KTV 玩王子的游戏，炒热气氛。什么游戏啊？但是我们是唱到一半就开始，我们去 KTV 的时候，前面大概两个小时很认真唱歌，后面两个小时是完全不唱歌，开始玩游戏。对，韩国也是，韩国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到底学我哎？对谁学谁？谁？应该是他们学我们。对，这两个互相影响。那王子的游戏不要跟他们争执，这个好不好？什么都被他们学去了。那个屈原也是，豆浆也是他们的，豆浆也是他们的，孔子也是他们的人，都是。王子的游戏是日本的 KTV 有那个打分数的功能。哦，对，有有嘛，对不对？然后靠那个打分数，如果是唱的自己好，可以指命一个人命令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叫王子的游戏。哦，而且玩太疯狂。有一次，因为我是每次去唱歌的时候，我都唱的自己烂，然后一直被命令最烂哦。对，然后这有点像我们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对了，对，抽到就要对输的人就要玩一些很人家会把我的头脱光光也有，然后拿一个盘子这样子盖起来。这样跳，日本人可爱这样，哇，这么夸张，玩那么大。谢谢啊，日本的我就不去了，好不好？来听一下他唱，好不好？你要先本现场唱一首吗？来来，一个很流行的歌，我们新演员的练，对 ，Let's go， 他跳舞，哎呦，还有舞蹈，哎呦，陈小云哦。営みの街が暮れたら色めき風たちは運ぶわ枯らすと人々の胸意味なんかない桜しがあるだけただ花を透かせて君の元へ帰るんだ物心ついたらふと見上げて思うことがこの世にいる誰も二人から胸の中にあるものいつか見えなくなるものそれはそばにいることいつも思い出して君の中にあるもの距離の中にある子供恋をしたのはなったの指の香り頬の香り夫婦を越えてゆけ哇，他真的会跳哎！这个好玩，这个好玩。红色订阅的字样，把它按下去，那就对了。那订阅之后呢？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小铃铛，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赶快去。